Hello， 大家好，我是 Simon。来，今天跟小朋友们玩我们的女巫哦。这边的话来，我们今天玩的是一般的战斗。OK， 来看看这一台坦克、哦。哎，基本上的话，它有一个那个紧急履带，跟我们的你看哦，它有图片，跟我们的美国的那个十级的那个大头一样哦，有倒退的功能哦。OK 哦，断履带的情况下，它能准许倒退四公里。这边的话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技能。然后再来的话，它的装甲毫米的话是1166.2，然后正面的话128193，所以哦，简单说哦，它的那个炮塔的话是能有效的防御，就是进行一个跳弹的。不过我没猜错的话，它的一般俯角的话只有6度哦，因为算是一台俯角没那么好的坦克。来，今天的话我们跟小朋友们多玩一次，我们现在女巫活动的那个主角坦克哦。来，一般的战斗，七级防、八级防都很多，有可能当小弟、哦、我觉得这台坦克的话，当小弟的几率还蛮大的。这边的话，它排得非常非常的久，不会吧？三尔最近没赢很多、哦、，OK 哦，他排了那么久，42秒了还排不进去。我觉得来应该是很多女巫啊，来这边的话第一场，哎呦竟然没有只有Summer一台嘛，哇我天啊，大哥房来运气非常的好，第一场的话就让我当大哥房，来我们进攻，这台的机动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普通哦，它的那个推比重是还好，它的转向不够好。哇我的大哥来了，七级房很恐怖， Summer 比较没玩七级就是这样，你看这些坦克不是没动哦，就是往 A 点走。 OK 没关系，中心型两台嘛，我们往一个 C 点 靠中间好了，不要进去校班那边的话都没人进哦。 OK 全都走一个 AB 点， OK 指望不上他们了，我们这边的话直接自己来吧。哇这样好危险、啊、哎呦中轻型重型全部在黑枪哦，哎呦 Summer 这边的话要哭了，他们那边的话一台，这边有一台那个重型没人，然后这边的话很危险，我们让小班进攻。 OK 我要直接去找他们的重型打，那边的话有一台那个 KV2，OK 来躲他一下躲他一下，哦天哪赶快躲赶快躲， C 点在占领，刷了他一炮，小班那边全都在黑枪，来黑枪的话赶快跑，我们去打他们的那台。 OK 他开加速器了，这边的话 C 点占领完成，老虎来这边的话开一个加速跑，上面的话来人了，他的中轻型在这边，然后这边的话有两台法老王来这边的话刷他的那个法老王，来再刷 OK 跳弹走位一下，吃他一炮，哇这边还有一台，来上面要被集火了，哎呦我天，来赶快进攻，我要被集火了这些人来进攻喊支援，旁边的话法老王我能集火，法老王对这边的话来他们能集火，来这边的话对先把他这一台带走，然后这边还有一台，我们小班那边的话两台被带走了。 OK 45TP 的话去稍微的吃一下炮，来 KV2 这边的话再黑一枪，来这边的话多刷一炮，我进场装填了，来我小班终于肯动了，哇我天哪，来我要打到没血了，赶快去帮忙， B 点的话再占领，第一场很危险， 他老虎还有很多血量，对他老虎这边的话还有很多血量，然后 B 点再占领，我们这边的话来对进攻他，我打开一个那个加速器，我下去下面好了，来这一台的话先打， OK 装填没了，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剩四台， OK 没办法，这个的话要占领，不然他们要1000分了，对先占领掉这个点，然后我等下可能还要去 C 点、哦、
对，三本这边的话可能还要去 C 点，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小班那边的话是肯定打不赢。对，这边的话占领完过后我们往前爬，四打四。哎呀我天哪，来这些人。 OK， 那小班这边的话上去了，来刷你。 OK， 他不让我打，来我们去一个那个 C 点。哇，700多分了，我小班那边的话基本上还满血。 OK， 我这场的话有可能要打一个拖延战，来我先去 C 点。哎呦天哪，来这边还有一台那个，好恐怖，哎，这台在挂机。哎呀我天哪，三姆在干嘛？三姆四炮两炮没穿。来先不管他，我觉得他在挂机，我们这边的话要稍微的拆看看。对没错，他在挂机。 OK， 赢了。来这边的话，哎呦我天，来刷你，再刷。 OK， 占领完了，我从 A 点打到 B 点，从 B 点打到 C 点，要帮他们负责占领，不然 不太可能会赢。来第一场的话已经赢了，剩下一台满血，满血的 T43， 每家工会的 T43。 哇我天哪，来赢了就好。 T43 的话躲在这边不太，还没能到1000分哦，还是要向前去把它带走。玩这台的话让我想起玩意大利，我跟你讲超级无奈的。这边的话来我们的 45TP KB2 基本上六台走 A 点还能赢哦。 OK 哦，对方如果那台没挂机的话我们这场可能要输。这么刚刚到 C 点如果还没挂机我早就被他带走了。2662，我来看一下这些大哥啊。OK， 新玩家的话那无可厚非。哇这个还蛮厉害的，1000多场，3台1000多场。 OK， 4台5台6台。哇我天啊，来哦，这什么东西， Summer 是陪打的吗？诶基本上对面也是一样耶，来哦，那没什么好说的，发现三个敌人补助400打了2600，这个太夸张了。OK， 女巫这边的话又能开了。OK， 这个货柜的话，我改天，我看三本要等下开，还是说我挤满了过后再开哦。来进我们的第二场战斗，这种局哦，你看难怪三本比较少打 DJ 就是这样。你基本上你要一个老玩家，然后去 DJ 的，比如说6阶7阶这样。感觉我是去陪打的，因为Summer的战术在他们的眼里基本上行不通，输赢哦全要靠他们了。来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等一下还会不会那么夸张。不过刚刚那场的话是大哥房，OK，大七级房，如果今天的话是小地方的话又不好说了。来第二场的话一样是一个大哥房，4台，诶不是，两台6级，然后5台7级，中心型偏多。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传奇迷彩的德古拉哦 T62， 重型跟驱逐，它不是占领战，它不是占领战的话基本上不用，应该不用去那边了。我点一下这个地方看他们会不会过来，我的视野的话好像没有很好。对，让德古拉去点，我们跟着德古拉走，德古拉的那个 DPN 跟他的机动都不错。 N4A318 OK， 老鹰在那边。来三本这边的话好好瞄准，一炮没穿，来两炮，来三炮，要直接开掉吗？哎呦我天啊，来上门这边的话 OK， 行，小班把他带走，然后狼人的话已经走到我们家里面去了。来我们喊进攻，哇小班被集火，上门这边的话厂装填网络的话有点卡，来等狼人那边的话跟他的小班已经进攻了。 OK， 我被亮。 OK， 这一炮有穿，躲他一下，他的老鹰跟他的那个驱逐的话在这边哦，
我们这边的话要上，可是他的老虎皮这边的话来挡我了。打我没穿，来他打我没穿，可是他的狼人这边的话过来了，来上我这边的话要跑。对，他狼人这边的话过来了，然后老虎皮的话在这边。OK， 狼人已经过来了，来上我这边的话要跑。对，先打他的那个老虎皮。完了完了完蛋了，来这边的话嘿，我要被带走了，来来 我只能切进来了。哎呦我天，来我下班在干嘛，来我再带走多一台，然后我躲一下我躲一下我躲一下。 OK， 可以可以可以，来赶快再躲，他的那个老鹰要来抓我了。Summer这边的话进场装填了，对，老鹰那边的话要来抓我。 OK， 先等先等，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他们在打狼人哦，我喊支援，我喊支援。来，我们这边的话假装往后退 ，OK， 逼他往后退。他倒退的话，机动没那么好。对，他要来抓他们。我们这边的话喊，我喊支援。哇，我天哪！我再喊支援，他要冲下来了，完了。小班那边的话开炮，来，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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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还要冲，他还要冲。小班那边的话再集火他哦。来，他老鹰，他老鹰进攻狼人那边的话，他们打不赢啊。OK， 他开炮了，来这边的话刷你。剩下一台狼人，我小伙伴那边的话能吃炮吗？他应该是不能吃炮的。这边的话来，我们喊进攻，喊进攻。老虎皮那边的话非常的慢，他刚刚开炮了。对，他刚刚开炮了，来这边的话打他多一炮。老虎拼那边的话 ，OK， 他又开炮了，来这边的话再刷你多一炮。来，我们这边的话快速集火 ，OK， 再见，来不及回首，剩下一台狼人。哇，我天，来赢了赢了，来有机会赢，好好瞄准，好好瞄准，说完说好说满 ，OK， 再见，来不及回首。Oh my god 啦，开场吃太多炮，来我们的第二场的话，女巫吼也拿下了吼。2344，他们的狼人啊 ，OK， 他们的狼人打了一个 MVP， 不然我们这场的话不会那么惨。发现一个敌人补助280，打了2300哦，然后赚了一个34000 ，OK。以七级坦克来说哦，一台收藏型啊，你只要不亏钱哦，你喜欢玩七级的话，这台女巫绝对值得入手。它有它的强度哦，然后炮塔的话基本上还不错。在七级房的话，他肯定是一个大哥大，跟他的兄弟哦，兄弟姐妹哦，那些德古拉猎人啊、狼人啊，还有那些法老王，他们都属于一个强度啊。在七级房的话，绝对吃得开哦。不过上到八级房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小弟啊。所以哦，如果没有保护机制的话，这边的话，他去到八级房，你一样只能打辅助，哪怕你是一台重型坦克哦。进攻时间到。来，我们的第三场的话是。罗曼底小大七级，哎，大六级小七级 ，OK， 一样是一个大哥车。六度俯角的话，应该是不太适合卖俯角，不过我们有炮塔，我可以尝试看看打一个 A B 点啊。不过这不是占领战哦，哎，对面的话有一台 ，OK， 他打我没穿，160的伤害，我感觉他要退，对，这边的话他要退。上来吗？他不上来，他不上来，他也不跑，他后面可能有人哦。我们这边的话要稍微的小心一点。我喊进攻。啊，对对，他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45TP。OK， 45TP 那边的话打我没穿，打我没穿。我们这边的话 ，OK， 我胜利发了。备用炮弹的话不要开，刚开场战斗哦，先拖他们一下，先不要开。等我们装填事发，我下班有一台去海边逛街了，什么东西啊，去逛街。 OK， 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粉碎者，他要动耶。 OK， 他要往这边开，来刷你一炮。然后这边的话 Oh my god， 来啊，旁边来人了，完蛋了。来，上面这边的话要被带走了。OK， 没办法，这边的话来了四台，我一台小伙伴去逛街哦，完了，来三本这边的话要被带走了。
哎呀，好可惜。来，他没穿，他没穿。OK。我来看一下这台在干嘛。OK 哦，在练车哦，六级的那个74A2哦，这台很像是那个金币坦克，对不对？它不是在练车。我下班这边的话来没穿。OK， 这场第三场可能要输。哎呦天哪！哇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弹夹坦克，完蛋了！来，他要被集火了，他还没进装填。126，哇，输了彻底。来，第三场的话没能取胜，两台打三台。他们这边的话 ，CD 点的话是CD 点很像是五打三哦。对面的话有一台 ，OK， 对面也有狼人，驱逐，剩下一台驱逐了。哦，哈哈哈哈，他还能带走了呢。OK， 漂亮，45TP。双拳难敌四手。来，我们的第三场的话没能取胜，打了1500多，1500多应该是 OK 了，没错，第一名。我们的小班的话，这什么东西啊？17万9千场，17万9千场，你跟我去一个海边，哇，我天哪，来，这是一个，这个比三门还要厉害哦。Oh my god， 他是一个奇人哦，179,000场，三门误会你了，原来你才是最老的玩家。发现四个敌人补助300，打了1500多，来第三场的话没能取胜哦，遇到超级高手，179,000场，你跟我去海边哦，还是开着一台那个中型坦克。来进我们的第四场战斗，哇哦，他一直给三姆当大哥耶。对面的话有一台，对面有一台女巫，然后有一台那个粉碎者，还有一台机关枪。哇哦，这个应该很难打，这个应该很难打，它不是一个占领战。OK， 不是一个占领战的话，我们往一个中间的位置走。我觉得小伙伴那边的话应该会被集火，我喊中间的位置，中间，哎，这个位置，重型坦克那边的话非常的危险，德古拉这边的话探头了 ，SPIC 的话被亮，小心德古拉嘛，应该要小心德古拉。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机关枪那边的话被亮。来，他们的那个坦克的话已经上了，哇，打他没穿耶。 SBIC 的话直接被带走，他在哪被带走啊？我的天哪，这场危险了。阿德古拉那边的话应该会要上来哦。来，机关枪，德古拉那边的话开炮没穿，德古拉打我没穿，德古拉剩300、301。OK， 德古拉那边的话要退，他的粉碎者的话在我这边，我们喊进攻。哎呦，我天啊，我没打到他们的那个粉碎者。校班那边的话上了，然后他粉碎者那边的话要开炮，先集火他的那个机关枪吗？旁边来了一台，来三门这边的话要走位，我们先去打他们的那个什么，打他们的德古拉，完了被集火了，来，呵呵，先打他的德古拉要跑，来这边的话那个这一台被用炮弹开掉了，哇 ，SU100Y， 来第四场的话要输，哎呀，我天。
我应该靠边走吗？他们那边的话是 A、B、C 点都有人哦。来，我们的女巫很可怜。第四场的话，要输，当大哥还输哦。KB2 这边的话来六级，这个应该是在念车啊。Oh my god， 来漂亮，玩得非常的好。不过输的话，我跟你讲，这种的话没打出一点伤害的话，应该是会亏钱。对，这个的话就是表现很糟糕。哎，还没亏眼，还有赚三千多、哦。然后我小伙伴那边的话，来summer就不看了。进我们的第五场战斗，基本上summer开两发，他们那边的话开一发。两胜两胜两败。一二三四。四场都当大哥了哦。OK 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五场第六场能不能一样当大哥哦。今天的运气蛮好的。只是说没有全胜啊，现在的话是2-2嘛。37个人，然后八级房的话47个人。还是大哥车诶。哇哦，漂亮，来这边的话连续当大哥哦，中心型的话两台。进攻时间到。OK，Summer有个想法，来狮子挑软的吃。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有效的支援到我们的中心型哦。驱逐的话是三台 ，OK， 这三台驱逐的话不用担心。旁边的话还有一台 BP 四四。哦，停看，你看，你看。他们这边的话在上山呢。没有坚守岗位哦，跟我有坚守岗位指令的话就好用一点。这边的话怕小班冲太快。我们从最侧面打，最侧面打的话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包饺子了。小班这边呢，他们在玩占领，玩占领的话就糟糕了。SU 一百，这个是上一场那一台嘛，来他被集火了，然后这边的话总共是有三台，来这边的话有三台，我们要上23、24，我们这边的话喊一下基地防守。KV2 那边的话来了一炮，非常非常的痛，300多的伤害哦。OK， 他的 CS 是被带走，36分，来这边的话要上。家里有一台 SU100， 然后这边的话来这台先打。哇，上门这边的话，OK， 好，来基地防守，基地防守。前面的话不能上，那边有一台 SU100 BP44 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防守，来我们这边的话要想办法上 KB2 那边的话，来我们要冲，不冲不行，他们只有一台在玩占领，对，这边的话只有一台在占领。哇，我天哪，赶快去防守。 KB2 那边的话还没看见我，80分了，来来，小班赶快上，对，赶快冲，能赢的不要输，能赢的不要输。88、89，我天，我的驱逐坦克还在犹豫，90多了 ，OK 行，哇，超惊险的。来，小班那边的话，他要开炮了吗？来这边的话，先激活你，我天哪，一直打不中哦。后面的话给上面来了一炮 ，OK， 这边的话来三台。哎呦天啊，这一台来到我玩占领。第五场的话能赢，他们三台的话，还有那台 KB2 的话是在他们家里的位置，来到我们占领了。KB2 这边的话要过来。我天，打开一个加速器，来，他们不玩占领，这场应该不太会输哦，不太可能会输啊。对，三台都在家里。OK， KV2 被带走，117 268的那个血量。 OK 行，我们打中了敌人。哦，有，来好好集火，再见来不及回首，又让你玩占领。第五场的话拿下了，哇哦，难玩。来你说容易哦，也不太容易哦。这边的话，惊险，一千多的伤害而已。不过还有第三名哦，发现零补助600。来，他们主要是玩一个占领，所以才能
我们才能赢啊！如果他们没玩占领的话，我们应该要输。现在的话是赢了一场2600、2300、1500，然后这场的话大失败，运河的话1100。OK， 进我们的 ending 场，今天跟小朋友们玩一般的战斗 ，OK， 玩我们的女巫哦。总的来说啊，这是一台能小扛，不过火力的话，尤其是爆发力很不错的一台坦克、哦。短装片的话，很像是 2.5 秒的样子。来 ending 场的话，小大七级，大哎小六，小六级大七级，法老王。然后粉碎者德古拉，哎呦我天哪，一台两台，我们这边的话就四台那个，魔幻坦克哦，对面有女巫吗？对面有两台女巫 ，OK 不好打，他们女巫也偏多、哦，亮了吗 ？OK 两台都亮了，德古拉有机动，对德古拉有机动，德古拉先把他们点亮。我们来看一下要进城吗 ？OK， 他们没有要进城，他们没有要进城，他们是主打这边哦。然后244那边的话吃炮了，这边有两台。先打他们这一台。OK， 他的一台女巫被集火了。来我进备用炮弹了，这边的话300多的血量， OK， 想办法先把他们这台集火掉，先打他这两台。我小伙伴那边的话 OK， 来我要先退，我要被集火了。OK， 七台的话都出现了， ending 场的话能赢吗？小伙伴那边的话要打他们两台女巫的话基本上都没有血量了，不过我这边的话来我小伙伴要被集火， OK 227 来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哎呦我天，来三本这边的话 OK 完了，我没打穿他，我没打穿他，来我小伙伴赶快集火。N43 他两台女巫都没血量了，我小伙伴这边的话 OK 吗？ OK 应该是可以，我们这边的话等一下装填， OK 一台被带走，再喊多一次进攻， OK 两台被带走， ending 场的话有一点危险，感觉能赢哦，不过不是那么好赢哦，他这边的话来这一台，哇但我这边的话一直打不穿，完了，来集火集火赶快集火，我退一下，他们几台没血，很多台都没有血量了，1、2、3、4台没有血量了，我们喊进攻， OK 244被带走，然后第52这边的话打我一炮没穿，三台集中在一起，来再等装填，备用炮弹总共开了3次哦，先打他们的 T22 嘛， OK 我感觉 T22 的话是没得打，没得打的话先来打他这边的坦克，哎呦一直在跑，来 T25 可以打得到我，那么这边的话要躲他一下， OK 这边的话来这一台先打，打我没穿，来再见来不及挥手，躲一下台 T52， 然后这边的话这一台来再见来不及挥手，剩下 OK ending 场赢了，剩下一台驱逐坦克，他们的大哥的话躲在一个最边边的角角，加油加油，来可以赢可以赢 ，OK nice， 来能赢了不要输哦，哇对面两台女巫哦，打一个强攻哦，还好三个的运气好，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取胜了，打了1800多，行，他们的女巫的话 ，OK 这种的话 OK 哦，跟三个一样，当天能玩女巫的、哦，应该都是有买那个大通行证的，来这边的话 ending 场取胜了，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新车女巫、哦、OK 有一般的战斗、哦、总共是赢了四场输了两场OK 来希望小伙伴们看得开心、哦、也祝大家游戏愉快、哦、来 Summer 这边的话
等级到了39 OK， 它后面的话会有一些箱子 Summer 这边的话到时候 OK，我拿到了过后 OK 哦，像这个的话是猎人的箱子，重复的话有6500金。Summer 这边的话来猎人，然后狼人的话 Summer 都有了。Summer 会在一个影片的时候 OK 哦，下次的影片会把我的那个60等级过后所有的箱子进行一个统一的开箱哦。来，今天的话玩的是新车的女巫，祝小伙伴们游戏愉快，记得帮 Summer 点一个赞，大家点赞是 Summer 制作影片的动力，这边感谢大家。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下一期见，大家拜拜。